洗足研究所真用真测真点评，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Sisley 洗发水啊。从我做第一期到现在，就一直有人在问啊。我们今天实测一下这款200毫升要500多块的产品。我们用的呢是它的垂顺款啊。首先看一下它的成分，它主表活是一个氨基酸表活，甲基也有酰金银磺酸钠啊，复配了也有酰羟乙磺酸酯钠啊，都是比较温和的。洗发水呢有一点硅油，作为这个垂顺型产品呢，这个也是正常了。它其实这个里面有特点的成分还是挺多的，比方说比多素啊，还有辅酶 R， 也就是维他命 B6 和 B7 啊，这两个成分在洗发水里不是太常见，在咱们之前用过的产品里面也就仅出现过一次啊。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调理头皮油脂分泌和保湿抗炎的效果。这个嘴儿喷射出来的，我的天，好意外，还好我射术精准啊，很稀，在手心上还得非常小心。泡沫呢是极少极少，如果喜欢一头泡沫，这瓶恐怕用不了几次。香味是很清新的，淡淡的桃味，非常舒服。护发素也是硅油型，吹干后头发的直顺感是很不错的，而且呢也不扁塌。这个产品呢在用的过程中心情还是很愉悦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预算宽裕啊，无论从成分上还是使用的感官体验上啊，这个产品都不算是个坑。但是如果真说性价比呢，也不会在我的推荐范畴内啊，因为我觉得在洗发这个环节上过分去追求很贵的产品，还不如把更多的钱放在洗前护理和洗后护理上。也就是说你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我的建议是两边高中间低啊。下一次呢咱们来用一下这个 Orbit 这款黄金护发精油。